大家好，我是二哥，我们的手还有点没挖完呢，今天来把它挖了去。哟，这个手怎么像在打扣了呀？别想了，它也不挖，它要冷了。还真是打扣了，这个手。你那个捏那个好凶，好凶！哎，土太急了，土不好。嗯，好，那个挖坏了，你坏了，翻了，搁桌子前。呀，我的天哪，桌子！哎呀！我没，电碗也没，这个手了。好小啊，有声。嗯，这个会。呀，这个小锅好爽。中午的点烤火弄饭吃了吧。好，你说我挖了几只你小锅锅走啊。我们今天来做个红烧羊排，首先把它洗干净。
羊肉应该煮熟了吧？嗯啊，对，两个小时吧。这是三个小时。嗯。还可以，下次你来做。没事。还差这个，还差这个火。有点。我都端两个多小时。味道蛮好。嗯。我们还没有怕。不过有点喜欢吃这种味。喜欢吃带辣辣油的，